现在要去哪里？Camden Market。就是伦敦来的，要把握时间，把握。Go to Mile End Station. Station. 哎、欸，刚光说好的。现在要去坐地铁。梦轩，我们现在要去。四棒八，四棒八，对。他说要看河吃，我们要买那个，然后再去那边吃。要等多久？要等多久？他说要多久？他刚刚有一个三十点点，刚刚对上一个。30小时，不是30分钟。你看河，你确定要看着河吃？那边蛮美的，喵喵。他喜欢他们城市的，这边是古董的树。我很喜欢拍这个耶，看要拍哪一段。我们拍个搞怪。拍了，我们现在要拍了。拍。哦，每次拍这个地方都会吓到。北汽。哎、欸，可是很 real。对，你的表情超 real 的。我们现在要去拿我们的面面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买这个。你要喝、哦？这样子，满满的 cheese 意大利。OK。哇哦！我们在3度，所以很快就冷掉了。那是好吃的吧，好吃的吧，很凉的气势。我们点了 sugar one 跟 hot latte， 用那个，所以很非常的可爱。
都是在卖印度主题的东西。对，哎、欸，好像是这样，这好像有这个，没有吧？是放客厅吗？还是放现场？还是放现场？而且好搭你今天的裤子哦，很靠人搭衣服好搭吗？呀，这个红色房子，你要再过去一点点，有了。孟轩很喜欢红色的房子，其实它有很多颜色。孟轩心心念念要去吃蛋挞店，我们已经买到了，来看一下怎么买的，不是怎么买的，就是走进店里买啊。不要乱叫，不要乱叫。Okay. How do you feel? It's good, but bad. It's cold. 喜欢今天的天气。我跟你讲吼，月亮。莫轩旋转。